大家好，我今天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小学，这是我的学校，我在。然后这些是那个我们这些 rocks。然后这中间是有一个人过10岁的生日，他名字叫玛雅。然后这是我的石头，是粉色，带着一个小花束，然后还带着那个 letter love。然后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Ellie， 然后这个是我好朋友 Quinn。这个是 Sebastian 的，是因为他是我的最好好朋友。这个是 Malaxa。然后这个是 Soraya。然后这个是，等会这是 Addison。让我看看这个是谁，这是我最好好朋友 Elizabeth。 这个写着 mask， 你看这个那 M 给挡住，所以没事。翻过来。然后这个怎么在这个 grass 里头啊，都拿不出来，这是谁的，谁放在 grass 里头啊，好疼啊。他们写这些石头是因为那给大家的那个很 sad mad 啊，那个不高兴啊，就可以拿一些这个回家，然后 calm yourself down， 然后你就说拿一个家，然后想，所以是一个很 calm。你看见有一些人是他们是不是这个月有生日啊？都过生日啊？有一些人，你得买，你得赔钱才能把你名字给到上面。但我们不小心，我们怕坏人知道，这也没事啊。这些人给摆到这边，所以这个 birthday 的人很高兴。是，他们都是，这些都是月份的吗？啊、这是我的。爸爸有一些在那个底下，像在这边藏着一个，得拿出来。有些都藏着，你看都藏着在草里头。对，有可能是那个他们很馋。对。这是我的，大家。我的身后是我的小学，你看这多大吗？我平时到那里头学习呀，然后我又很好玩在那里头。那天是 Wacky Wednesday， 今天是那个 Mitch Match Shoe Day， 是那个穿不一样的鞋，像我穿，你看见吗？那我们 celebrate 那个东西是因为是 Dr. Shoes 的生日，他原来想不出来做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做那些 rhyming words 啊， fun books 啊， silly books 啊之类的。
但是都不是真的。那你们每天都有节日吗？每天我们都有节日，明天得穿 Dr. Seuss 衣服，明天我穿那个又叫什么，我又忘那个名字的人的名字了。在 Dr. Seuss 生日，在美国生出很开心，是因为我们老师今天对我们很好。我们平时老师都是对我们好。我想 Miss Fuller 是因为他是我最好的那个老师。你们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吗？嗯，每天。今天我又看到我的 Kindergarten 老师 Miss Fuller， 他也在这坨。Really？ 你很开心吗？我很开心，很开心。OK。是因为我们老师都对我们很好。嗯哼。然后每个时间，你看见那 school bus one 这里吗？那是我们的 bus。那我是 bus one。嗯哼。生活的是很好，但是有一些老师就会那个想 lose her patience， 那个意思是他很 angry， 就所以他每天如果那样就出来。他为什么 angry 啊？让我们出来，然后他就拿起来一个 rock。然后他平时都拿起来我的 rock， 是因为他。我是一个他的最好的 student，所以他拿起来我的 rock。他拿 rock 干嘛呢？拿 rock， 他拿这样。然后他过来，然后坐下来，然后他坐下来，然后他说，然后他平时 angry 就是那个，是因为那个有些人都那个弄错误了，他们像那对老师不好啊之类的。嗯。然后没。你们同学都好吗？我们都同学都平时很对我好，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对我不好。嗯。他说我是个 fake dog。然后我说他，然后他又说我，我又说他，他又也说，然后我又说他，然后最后我就告诉老师，他就说哦好，然后他都 red 了。你在美国小学生活学习开心吗？很开心，其实很开心，是因为那个我那个平时那很开心，是因为。那个老师对我们好啊，我们那个会出去啊，会出去玩吃啊，今天玩得很开心。哦，都玩什么呀？我们今天玩 tag。哦。然后我很喜欢这些 rock， 就把那个生日女孩给弄得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等她很 excited 给她的 birthday。再见，大家！我以后会给你们介绍很好的东西。再见，希望你有一个 happiness 啊！